在了绵绵表演之后，究竟谁会被淘汰掉？好了，评审呢，刚刚已经伤透脑筋，在后台呢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了。首先呢，我要先颁发的是优胜的，总共有三位，分别是前三名。我先颁发第三位了啊、哦，第三名可以获得我们欧会提供的保养品组合。好嘞，第三名这一位跳舞的，今天跳舞的相当多了。但是有好有坏，跳的呢比较中国风，民俗味道相当浓厚的芝芝。哎呀，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恭喜咱们的芝芝拿到优胜喽！咱们芝芝在彩排的时候就相当认真练习哦，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再一次的恭喜你。好了，那我们还是要颁发优胜彩带以及我们保养品礼盒。来，麻烦阿庆，阿庆老师帮我们颁发。先披挂，披挂，我先帮你。恭喜！恭喜！好了，谢谢芝芝。紧接着呢，要颁发第二名的，第二名呢可以获得我们的 MP3。来，这个呢算是我们国粹之一了，不是跳舞。这个呢算是特殊才艺，很少年轻人会去触碰的。我们恭喜敏儿。自己也很震惊，有没有？恭喜咱们的敏儿拿到优胜喽！心血没有白费，今天的才艺表演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哦，未来可是要好好的保持下去嘞！我要胜了！恭喜敏儿啦！我们有优胜彩带以及蛋形的 MP3。击败众家好手，拿到第一名呢！有请黑人老大揭晓喽！这一位呢，也是跟跳舞有关的。跳舞呢，今天是差不多有11位了，但是真的是有好有坏。跳得好的呢，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优胜。恭喜鸭子！咱们的鸭子拿到第一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哦。在练习的过程中，可是相当的努力哎，辛苦终究是值得的啦！再次恭喜鸭子喽！好，恭喜鸭子获得第一名优胜，还有我们小英雄宝宝。哎，小英雄宝宝。好了，有欢乐的时候，当然也有悲伤的时候。紧接着呢，就是要宣布到底谁必须离开我爱黑社会。评审，对于这几个人呢、啊，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即将被淘汰的？我觉得今天比较普遍的问题是，我觉得表演心态的问题。嗯，我们很重视这个东西，因为其实这每一次的表演，你要想想看是多少人想要站在这边表演。也许你比较常来或比较，你可能久了就疲乏了。可是这次的机会，这个3分钟，全国的观众还有所有多少人在看，所以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讲，可能我很不喜欢看到，就是说，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好看的表演很好做，可是让人家真的留在心中会感动的表演很难做。所以这，我觉得就是那个心很重要。但技巧其实只要练就会了，但是那个表演的心，我今天着重的是在于，我觉得心不见了，看不见了。其实我们刚刚在后面讨论蛮久的，就是说到底是要选择
表演的很不好的把他取消他的资格，还是他来参赛的心态跟他的整个状况。那后来我们发觉就是说，因为其实来参加比赛的各位妹妹们其实年纪还很小，如果在一个很小的年纪就有一个怎么讲，很油条的心态，就是不把这次的比赛这么认真的去对待，可能凭着原本自己一点点的实力然后来做表演，我觉得那个心态会影响到他之后加入这个真正的社会，或者是真的这个表演事业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考量还是在他在参赛的时候的这个过程跟他的心态上面是不是正确。好了，刚刚拿到优胜的可以坐着，其余的请起立。一样点到的是可以坐下的。小白兔。自认为今天表现得如何？可能练得不够熟，对，然后准备得不够。你为什么会突然会选这个才艺呢？是因为网友的关系吗？不是，就是因为想说之前表演过邦迪啊，然后吹奏类的乐器我比较可以表演，然后又想说单吹一首曲子会很无聊，所以我才会想说那就用中音指笛然后吹三首曲子。对，那如果今天你必须离开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补充呢？我觉得就没有遗憾，因为毕竟曾经努力过。对啊，那可能真的是有地方不行啊，还是得加强，就还是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学习。你同样也是跳舞，但是有一次是拿到优胜，然后这一次却要站在这里。你觉得我准备不够？对，因为是拿教学妹的舞来表演，对，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没有之前那么用心，因为那次拿到优胜之后就一直都在想自己要表演什么才可以突破自己，可是有一种因为那支舞练很久，然后有一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但是我不知道拿什么出来可以表现到最好，然后我也不想当中间那种人，我希望每一次都可以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要谢谢在这边的大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我要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讲，我希望你们不要在网络上一直责备我们黑社会的妹妹，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都只是电视上的我们，或者是偶尔见到我们在学校的一面，但是其实你们不知道私底下的我们是怎么样。其实黑社会大家都很好，真的，希望大家给我们的是鼓励，不是批评。谢谢。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的？觉得我之前有一直练习唱这首歌，练习很久，可是我觉得不管练习多少，但是当你表现的时候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表现不好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可是我真的一直练习唱这首歌，上次之前有参加过淘汰赛啊，然后有唱一首歌，然后我记得是永仁老师啊，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这首歌有唱过50遍吗？你有唱过100遍吗？然后那时候我很心虚，因为我真的
觉得我没有唱过那么多遍，可是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唱已经无数遍，我都数不清多少遍，就很努力了。